不能抽到五星卡片嘛？都没抽到，没抽好啊，还遇到剧院嘛，把卡收回去。真的，抱歉，抽卡出现错误好难过，好不容易抽到一张五星，结果被收走了。真的。我说好好利繁用星，bug。繁星，通常去虾皮买您的东西，什么时候会收到？通常你一下订单，我一两天就会寄出去啊。哎、欸、啊，扣掉6日他们不送货的话，应该3天就拿到了，很快，对吧、啊？很快，就3个工作天。嗯，你看我，你下订单嘛，我至少如果第一天就马上寄的话，第二天可能就是在运，第三天你就可以拿到了。有时候更快是你当天寄，隔天就拿到了。那个是要我在早上5点以前寄，就是你现在下订单，我就是半夜跑去那个，跑跑去去寄，然后他早上5点就送了。游戏在有人没工作，对，是谁？小雨，我，你为什么可以那么理直气壮？我，是我，救我！我啊，抱怎么歉，了？就是我，怎么了？救我啊！就是就我啊，不想是工我。作要这样哦，现在有点慌神。啊！哇，下面这个也太壮观了吧，超好看的、欸。啊，要拿，随便拿，随便拿。一日不开台，然后就开始黄色，开始呛了，面目可憎。也没有到面目可憎吧，有那么夸张？那很抱歉，下个礼拜要再蒸3天。这 3天，哦，这么久，三，那可能回来就很颓废了。那就看到好小雨回来，爽，法令纹一大堆，超深的，太，超深然的后法令纹。黑眼圈直接都到这边。等下，你就是休息，然后为什么黑眼圈会变重啊？可是出去玩很累啊，不是休息的时候最累的时候啊，真对啊，的哎，真是每次玩回来的时候是最，玩的时候是不会啊，可是你结束玩的行程要回家的时候是最累的。啊，回去的时候随时都是很重要的时间啊，怎么可以浪费1分1秒呢？真对不是。对？好了，有青色卡开了，台，小雨，我们走。好，等一下，旁边那个，哎 欸，啊，你木钉那个都做好了，木钉要2次哦，你知道吧？两个啊，我知道啊，一个外壳嘛，两个外壳，两个外壳，要两个外，哎、欸，真的消失了、欸，它会消失哦，还是捡走了？木钉吗？对，我没捡不啦、啊。捡的。哦，白痴哦，那还少一个。哦，打你哦！不要打我！我想说消失没有啊？哎、欸，我完全没有在鸟这个警卫，这警卫走过来说："你那个桌子有一点，他完全没在哎 欸，差一个胶带，你那边是不是有？我有，没看到、啊。我两个，你拿给我，你拿给我。好，那你们组啊，我拿剩下的3个这样。嗯，这样子我们还是没有实质搞啊。没有啊，先把材料放过去啊。对啊。哦，也哎、欸，一行。个就好，一个就好。还有什啊，么走东走西走。可以挖？啊，你床单那个有做吗？我做一个啊。哦，就那个，走走走，一个就够了吧？走走走，其他人要不要我来？记得昨天不是说一个？好，我来。可是等一下，好像等一快点名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先放完。23的反时正候。先把它丢进去啊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小雨都没在怕的。啊，不然我就是开了之后。我让你们进去，我先走啊。哎、欸，帮我，我东西在身上。好，没有啊。对啊，要等小雨出来啊。哦，对，小雨，哦，没关系，那放地挖上什好么？了。哦，对，哎、欸，还是繁星，你直接按上面的开关按着。哦，然后你我们出家来那个。吗？好对了，啊，那小雨等小雨也出来。我弄好了。啊，可是他怎么出来？他卡就直接在我走手出上来啊。对啊，我走出去就好了。哦，对啊。今天到10点，走喽走喽，到10点，然后走上面，没有，我身上没有违禁品，被我砸到扔地上了。重要的卡片不要乱扔啊！那我不那卡开走了，台还是不开视讯？没有啊，我最近不开台，也不开视讯啊，也不开，就不开台了，怎么会有不视讯开台呢？的，不开视讯啊？怎么了不是，我吗？原本在想今天大家要不要开视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今天很累，然后想说，我都已经卸完妆了，我还要再化妆，那就算算算了，好这礼累啊。拜比较少开，还是化一下好。反正还有什么吗？钱，我很没有。穷。
看一下哦。哎，我们要什么凿墙？忘记了，稿子吗？稿子啊！哦，怎么拿啊？是说刚飞机架子塞在工作台的时候，别出。所以我们还是慢慢凿出去好了。我在想，我这个小铲子不知道能不能凿哎、欸。那个倒可不可以啊？等一下，我们去试试看啊。我的柜子里面有很多。对啊。啊、嗯，谁没躺着啊？我在看，我在等一下，我在看。哦、啊。带电子的囚犯服装护甲，然后，哦，好了，睡觉，快睡觉，快睡快睡啊！对不起，太早起来了，还有小时啊！将搜寻演员工作台。每天最期待的就是看台，不是啊？可是我每天期待的是我可以放假。你要哪一个？超空的。啊，就一个礼拜休个四天合理吧？啊，五天合理吧？休个五天也太多了吧？太多了吧？一个月休五天而已。哦、你刚刚说一个礼拜，说一个礼拜休五天，天啊！我说一个月好不好？我知道护甲有更好的、啊，我那时候很喜欢做书本的护甲。放心，哎、欸，是，坐，我们先上去吧。我把、啊、你不先吃饭哦。等一下下来的时候顺便吃啊。哦，好。对啊。我都想好了、欸。这个芋头。哪有？哦啊。哎、欸，真的都没有人卖东西的。饿了。后面就没什么在卖了。嗯。欸、上去前可以先吃个。好。加班。哎、欸，干嘛？讲错话。哎、欸，帮我！你们不想出来是不是？走。看着，会一下。会痛啊！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嗯，小铲子不行。哇！哎、欸，你好了哦。对啊，我弄好了。小铲子不行啊、嗯，那就真的要拿那个了、欸，餐桌，餐那个。什么螺丝刀跟那个餐具？螺丝刀，所以我才会，所以我才会一直那个啊，一直去把那些吃的放地上，哦，再把吃的拿上来。啊，是有没有人要出来啦？啊，出来了啊？没有啦，有个绿绿的还不出来啊？绿绿的，嗯哼哼，快了，绿绿你快一点哦，绿绿，还没挥拳。工作时间，我要换新的椅子。什么换新的椅子？我说换新的椅子。哦，换新的椅子。换新的椅子啦！我刚才听成换新的椅子。真的吗？我今天讲话这么撇嘴吗？哎，烦，太想睡了，太累了。白目哦、喔，怎么了？不会打到。上面在拖打吗？嗯、他用打架那边，他用回那个机器那边跑啦。哎、欸，要不要？不是太疲倦，就是你知道吗？要不要晕吃的、啊？就是、放假放太爽了，这样。放过头啦！你们放过头，我只放一天而已好吗？放过头啦！放一天就是放过头，是不是太严苛啦？这螺丝刀跟锉刀可以用吗？还是锉刀不行？用螺丝刀，用那个餐具的。汤匙吧，是吗？不是，是叉子。叉子哦，用叉子、哦。那我们去偷叉子吧。叉子只有一趴。那我运那个汽水那些上去。好。看看哦。哇。稿子，可是稿子，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啊，我们没有人有稿子那个啊，一直没有铁锹啊，从昨天就是一直都没有铁锹，卡到昨天是好几天，哦，好几天，上一次玩的时候，对啊，有点纠正，抱歉，
锻炼时间啊，很小姨。好的，大气点开。快啦！你在冲啥？你真的很像是那种准备要在点烟还是怎样的那种。我突然在涂口红。哇！都已经开台这么久才在涂口红。没有，你这喝水会把口红吃掉吗？哦，为什么一直凶我啊？我还以为你都开台到现在才在涂口红。没有啦，我有涂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很奇怪，这个警官怪怪的。准备点烟就不会抽烟。哎呀，是啊，孩子啊，你要问那些问题 ，Q&A 都有啊，去看一看再来啊。小雨会抽烟吗？这种问题 Q&A 都有哦。这个 Q&A 倒是没有了，可以说我不会了。嗯，请留言并分享，小编私讯你哦。小编私讯你哦。有吸波之人，那我来个饮料了。碟片加胶带，哪一组哪一套？啊，这个什么没做完的馅饼不能吃，对吧？哦，不行啊！我昨天想把前天想把那个运上去吃啊，就发现它不能咬，可恶。它不是我们能吃的东西。哦，什么哈基公啊？小雨会玩电脑吗？不会，应该不会啦。那会直播吗？不会。会开？你现在看到是会开视频吗？不会。这警官跟着我不走哎、欸。你被盯上了，因为你跟他感情不好，需要贿赂他。哎呦，好啊，那就给他地，反正地上那么多，来。啊，地上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被我被你盯上了，是不是？要增强耐力嘛？我的耐力已经就高了吗？我记得好像。还在盯啊。我的台湾国语，不是啊，我所有口音都很重啊。你要叫我讲国人口音也是可以，也可以啊。也可以啊。也可以。口疑不知道，口疑口疑了，我就知道。哎、欸，还在盯哦、喔，多少啊？你可以拿那个啊，不是云月有一堆、那個，有啊有啊有啊，你等下看就知道少一堆了、啊。好，这游戏只能四个人玩啊。没有啊，你们看到很多人都在场吗？嗯，真的，里面有很多 NPC。对啊、嗯，就跟现在跟我玩的那些声音都是 AI 人工智能一样。你骗我，我给了那么多东西，还在盯我啊？都是录制好的。在盯，不是录制好的好吗？是人工智能，要给哈基，我怎么给哈基？就跟 Siri 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噔，这边。螺丝刀可以吗？对不对？螺丝刀可以。嗯。新的 QA， 我就说新的 QA 就等到我那个、啊，等到我十万的时候，我就会做。哎、啊，换个角度，在他之前做，你可以来个九万的 QA。也没在看。然后马上就十万了，跟人家不一样。小雨会睡觉吗？不会啊。蜜蜂是不睡觉的、哦。你为什么做嘞？每天都在做工、哦嗯，因为就是很忙啊，都不能睡觉啊，真的很辛苦了，很辛苦，还不多抖一点，哎，真的，嗯，不行，这样会被靠北。被靠背，可以用纸鼓打墙壁吗？你为什么睡我的床，女孩？你是不是喜欢我身上的味道？我并没有，抱歉，走错房子，走错房间，走错间而已。你没发现摆设不同吗？哦，好像是。哎，要不要帮我那个啊？开个门啊！我要送个奖啊！哦，哎、欸，可是现在等一下是什么时间？等一下是什么？工作吗？还是在辛苦？嗯，牛奶不能直接吃吧？五点才晚餐，五点啊，五点啊！哦，白吃哦，吃一下。啊、那顺便我要拿那个叉子上去。
先放弃。只有叉子可以用啊。嗯。一滴一滴搓。对。宽带厚。但是我最近因为想说要出门，所以我比较认真剪影片。还剩多少叉子？叉子我拿完了。就最近的行程满满。对，而且最近囤片有点多。囤片多少影片啊？哎，不是，可是那个囤片有时候囤的超你是囤到几号去了？囤到下个月的。也太多了吧。